大家好，今天开一场国青和国少集训队荣国团杯广东省选拔赛，就是男子11岁组的决赛，由珠海体育运动学校的赖宏瑞对阵珠海荣国团乒乓球训练基地的吴建辉。那么最终谁会拿的冠军，一起来看看吧。最终赖宏瑞3-0赢下比赛，拿到了11岁组的冠军。请点赞关注评论哦。